家分享的是，这两种食物是肝脏的好朋友，天然的护肝王，养肝护肝排肝毒。具体是哪种食物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种，枸杞。枸杞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食物，不仅营养价值高，且对我们的身体都有不错的保健功效。它含有的一种枸杞多糖以及甜菜碱，对脂质代谢或抗脂抗肝有很好的作用。其次，我们也可以没事的时候泡一点枸杞水随身携带，不仅可以解渴，还能养生保健。第二种，茼蒿。众所周知，茼蒿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，对我们的身体有不错的功效。茼蒿富含维生素 A， 经常食用有助于抵抗呼吸系统的感染。同时，茼蒿中含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人体新陈代谢，帮助人体及时排出有害毒素，从而缓解便秘。所以肝病患者可以没事的时候吃一点，尤其是茼蒿这种蔬菜，既简单又美味。